那爸爸哎，阿姨您好。嗯，哥，您有事吗？有没有什么事？我一个也是好孤单，也是孤单啊。啊，好吧，你我叫他别给我过，好吧，你少。嗯，我们是说孤单呢，是说孤单。那你原来拿了这个说明很多那个漆掉了，原来拿了做什么东西啊？原来啊，嗯，那个早上那是过好吧，一个是点好东西，我就能修的时候，嗯，抓紧我跳到别根修嘞，嗯，不是一个是点好东西可以卖掉个，嗯嗯嗯，卖点钱得个，哦，要不我这话送到你那里，看你取得好多钱家，哦，我那得抓的，啊，用个鸡了不嘞，抓的时间不嘞个的，哦，可惜了，用这个原来抓那个稻谷喂鸡。喂猪是吧？你就先等吧。我跳到别个锅阿旺个可以变成钱了。哦，对，是这样。你过来这边拿个木棍插这个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先给你看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哦，也是听别人，你跟到别人说会品个人家过的锅。嗯。好吧，因为我拿到去卖瓜，木拿到种，我们那可惜的。哦，意思是挖鸡屎，打鸡草啊。我先给你看一下，好吧，这样子啊。嗯。这是角质的啊，也是钱能粘质，钱能粘质的嘞，是的嘞。嗯。不然可惜了啦，你用那喂鸡的话，养猪草的话，挖猪草，挖鸡的话是可惜了。是这样。哦，你看是一对啊。哎。你看这上面的花还有年年有余奶奶，这都是刻的嘞。嗯。知道吧？嗯嗯，这是鸟荷叶，哦，这是芒果绘制的啊。我看一下里面是芭蕉叶，这个底呢？这个我初步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是钱能粘接的，一个角制品，角制品，大概是什么角呢？应该是牛角还是耗牛角呢？我给你看了一下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牛角雕刻的一个茶碗，以前就是当官的钱能粘接的人呢。那个年代它上面有一个年代的款啊，嗯，那个时候当官的人呢用来喝茶的，哎，但是它上面到处都是有工艺雕刻了东西，是老东西，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但是幸好那个说古董说废品的啊认识这个是古董，不然的话你运了那了就丢掉了啊，都垃圾处理了啊，卖不卖？卖嘞。卖有多少钱了？应该800块钱几个啦？有800块钱啊？嗯。哦，是这样啊！哎呀，如果说这个是，如果说这个是牛角的话，800块钱买我就贵了；如果这是犀牛角的话，那就是赚钱了，大发了。这个就可以到北京城里买套房子的啊。嗯。我们找几个专家鉴定一下，看一下。如果是80块钱，我也是赌一把；如果是犀牛角的，我就赚了；如果是那个牛角的，我就亏了，好不好？80块钱就80块钱给他买了，好了好了，80块钱给你买了啊，好吧，嗯，啊，等一下我给你拿钱过来啊，那我就给你80块钱买了啊，嗯，这个是了20块钱出来了。啊，80块钱啊，啊，这年老人家说不是啊，好谢谢啊，感谢啊，你谢谢很姑娘啊，好，一说犀牛觉得在这感谢你啊，好。